大家好，我是红茶哦。那这个呢是路福这边哦，它的周末证哦，它周末的话是五到第一周末哦。它呢是搭配文房四宝哦，文房四宝的话，鱼帆，然后还有搭配施展哦的阵容哦。那这一阵呢？是文房四宝，然后他还有再多配对那个女队哦，那感觉好像还不错哦，就是郭淮触发能触发施展的晕，好，然后郭淮又有那个文房四宝，他就可以不断的触发晕眩哦，然后诸葛亮一直打，诸葛亮开局就会弄那个八卦阵啊，如果你怕的话，用守备的话哦，其实你前排。也可以让诸葛亮放七八九，你前面可以放下，最简单就放步练师嘛，效果还不错。哦，他有那个鱼帆哦，有那个蓄势待发，然后郭淮这样子。